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新草字的写法啊，基本上这撇撇，那我们就做撇撇脸啊，这个地方撇撇脸，那我们就是变成这样的脸法啊，这个地方我们照它的形写。好，主要比较可以变化的地方在这个地方，这地方你可以好像这个双人旁，你可以只取一个，不管左边右边，好，就取一个写画。好，或者呢，你可以把它当成这样来写，啊，变成这样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就再成一个平画，那平画方向在变写画。那接下来这个人呢，其实我们取他的形，啊，取他的形，在人字旁这形来加点韵符，所以我们写这个心，啊，写起来就变成啊撇画脸造颜。好，撇一二三，这是心。